在外面买的没坐过这款车。嗯，我吃过其他的，在你们这个地方吃过其他的，真的没这个好。这个甜香度啊，真的非常好。我们要往云南十大富裕乡村之一多法乐村里面去。这边就是多法乐村，连片的都是黄金谷枇杷，这就是他们多法乐村，连片的多法乐村都种植的这个，这些都是多法乐村的枇杷。云南蒙自多法乐村号称是云南十大富裕乡村之一，这里是超一人收入的富裕乡村，这里有连片超万亩的种植基地，其中多法乐村种植的面积超过6000亩。这有100多户人吗？100多户人是吧？你们村？哦，这个啊，吃这个能吃？能吃。这里面能吃啊？这是送给我们的，这摘下来有了哦，真的。我在外面买的没坐过这款车。嗯，我吃过其他的，在你们这个地方吃过其他的，真的没这个好。嘿，已经没有这个款了。这个甜香度啊，真的非常好。你在外面买的，是人家采的这个头子里面，嗯，像这个生。你采点熟的给我，你采点熟的给我。现摘的。这是吗？不能。羊油果，全部都套住了，每一个果袋里面都有几个，一大片都是。这位老村民是说他们自然村有100多户人家，实际上云南多法乐村有18个村民小组，1600多户人家，